一个实验的仪器，包括一个载满水的透明量桶，量桶入面有一个粉红色的八字形沙漏。首先将量桶倒转，使到沙漏在量桶的底部，看下个沙漏随着粉红色的沙漏下而慢慢升起。当八字的下半球充满了沙，沙漏亦都浮到水面。我们再倒转个量桶看多次，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沙漏会慢慢升上水面呢？